我是桌上。桌上没有看到那个人。我放哪里？就在那个灰色，你说灰色在这。还有桃王，还有好清楚哦，是不是？在这里，再下来，嘿，这里高，这里下来一点，这个太近了。因为阳光可以拍到好多颗哦。拍到道理，对，嘿，这边好像有好几颗那个银杏哦，看那个颜色的花，哪里？是念这个森林方面的吗？植物的，不是的。他是哪里打过来哈？做怕数。刚才算了，我的脖子超累的。啊，你再过来就对，过来就对。温习相关知识。当然也是，对呀。走路啊，要不然我们就坐车嘞。走路啊，一个小时啊。对对对。